第36题，乘第35题，若 A、B 两车零秒时在同一地点，则第几秒时 A 可以追上 B？ 在同一点出发，然后又追上，得到位移要相同，所以表示 VT 图所夹的面积要一样。那么我们可以认真努力去算，但是用数学就可以很简单知道，因为我们这一块的面积大家都一样，所以这里叫做 B 多走的，这里叫做 A 多走的，这两块如果相等的话，那么他们就能够追上。那么数学上可以知道这两个三角形要全等，所以这边要4秒，所以这边也要4秒，所以4加4就是8秒钟，所以我们就知道8秒可以追上。所以第36题问我们说，若 AB 两车0秒时在同一地点，则第几秒时 A 可以追上 B？ 我们答案选的是 C8。